接下来我们就来吃吃看冒菜。我今天点了虾滑冒菜，然后还有这一个是五花片的冒菜。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辣的人，所以这两道冒菜啊，对我来说他们的辣度是非常适中的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当然就看你一边看我吃，然后一边享受 like that。这两道冒菜的汤底是麻辣口的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到你的舌头有点。